是。那我们呢，就透过一个情人节的活动，那每次情人节呢，都想要为对方呢增添一点小礼物，但是呢，又可以呢把小爱转为大爱，我觉得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自己知道吗？其实全台湾，刚才沈总讲，有超过170,000的小朋友都没有营养午餐，而且也缴不出学杂费，是的。所以导致呢，可能中途就辍学，或是呢营养不良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今天这活动真的很有意义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，当然在做爱心同时，能够让你自己能够变得更美丽、更自信。那我觉得就是两全其美啊，是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马上情人节要到了，所以所有的姐妹们，赶快带你的男朋友来到玻璃玻璃，然后选我这一套。哦，对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今天的商品？其实我这套商品呢叫 Happy Nugget， 就是说是快乐的小玩意儿。因为其实从我身上看到，就是说虽然是已经到了夏天了，但是看到很多的花朵，是，然后玻璃玻璃闪亮闪亮，其实就是希望所有的姐妹们都能够保持一个很快乐，依旧是很春天的心情。没有女孩子不希望祖父们有谈恋爱的感觉，是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可爱的小玩意儿，然后天天都有桃花朵朵开的感觉。但是我发现你的身上颜色跟衣服都是一套眼影，对，有的就女生啊，其实就在那个小地方，是，然后爱自己。其实就会变得更漂亮。对，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接触玻璃玻璃，因为是本身是艺人的关系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到玻璃玻璃的东西都是比较强烈的，对，就是那个image很强烈的，所以呢，带我在不管出席任何的活动啊，然后都是会非常非常的亮眼。然后之后我就推荐我的好姐妹们一起来买，然后就被发现到说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，就是很多大 piece 的东西都很容易很重，是。可是呢，你戴久之后，你就觉得自己脖子很酸，或是戴耳环的时候很大很重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哇，久了之后耳垂也是很痛，是。但是玻璃玻璃等于说它是虽然感觉上很壮观，有没有？很有设计感，对，很有设计感，符合人体。对，你不说戴久之后，你也不会觉得身体会有累的。太棒了！所以真的透过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的天心担任我们的这个慈善的天使，希望呢，通过我们的消费方式，然后把爱传出去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呢，我们呢。